前男友真心告白，林佩瑶回忆过往，泪水止不住。很常就是大家会笑我嘛，你有要回的情话吗？然后或者是你怎么还不回家啊？这样开玩笑。对，有时候会不小心走心，非常没有自信。那个时候他很常被酸，比如说树哥知道他跟我在一起，可能就会说，哎，终于有人要说他了，爱护他哦。说丑那就真的。只能非常的认真，很努力，在舞台上呢也很漂亮。今晚10点，金科生物纤维面膜，小明星打跟班。